好，这是一条变色毛巾，穿好衣服的一个变色毛巾。我们接下来用温水来给它做一个实验。用温水，看它放下来，好，是不是立马脱了？打开看一下整体效果，我们把它拧干，拧干放在20度以下的水。20度以下的水，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立马就穿上，是不是非常的神奇，非常的神奇，是不是立马就穿上了？